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外面的天气呢超级的好，所以我打算跟朋友去野餐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昨天刚染的头发，阳光下应该会稍微的明显一点，这样子看感觉跟我之前都没什么差别。然后画了一个配今天头发的妆容，这种橘色系的。今天这一身呢也很适合野餐，然后拍点照片啊什么的。里面呢是一个提花吊带裙。它是一个嫩黄色的这种大底，然后上面呢是有这样子提花的图案。它整一个裙型呢就是这种蓬蓬的一个裙型，是比较偏甜美的。穿上身呢就是非常的减龄，看上去有没有感觉我像18岁？嘿嘿。然后外面呢我是套了一个牛仔外套，因为现在的天气还比较凉嘛。等到热一点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可以跟我小号发的那个图片一样，里面穿一个短袖或者是短的雪纺衫也 OK。然后这一件牛仔外套呢，我之前也搭配过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。然后包包呢，就是背的前几天森林刚买的小草包，这朵花呢就是用来做做摆拍的。然后鞋子呢，就是穿的白色的小皮鞋，配了一个白色的波点网纱袜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去超市，然后买一点吃的，然后就去野餐了。我这么大的团。这车也太大了！这应该是玄子的最爱。我们现在呢已经买好东西了，然后准备再去边上呢买点麦当劳。目的地了，超多的人。它这个花还挺好看的，这里还是挺美的，除了就是太晒了点。然后后面呢就是花海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吃东西。好饿了，一整天没有吃饭，找这个公园找了2个小时。美吗？美。爸爸，大家怎么拍到这个正没插到手上？对呀。不急，我还在吃东西，就开始让我被迫营业。你家手上还卡着肉呢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回家了，拜拜。